一换一，谁的人头啊？蓝枪的人头，还好。蓝连汉也38了。什么38？愚兄，你上去呗，行不行？咱是真没法打这玩意儿了。那他俩就约了个时间准备。这玩意儿咋打呀？这不扯犊子呢吗？那积木打个王八，我操！我拿王八打积木去，我的天哪！我跟你玩真是累。一开始跟你说连个屁也不放，放个屁呀、啊？是不是放个屁？不行，我就打野去也行啊。像我没带护甲似的，我护甲还48呢，我125，你跟我比护甲。老积木，我们想想办法，到底怎么办啊？这我们得想个办法。这一没带魔抗，二鳄鱼是个傻子。嗯，这得想个办法，想个招了。这得护甲51，我等到护甲100多的时候摁一下子。130，这顿一抠啊！哎呀，这顿抠啊，给我一顿吹箫啊！你说我玩个王八，打个积木，还三级还要后了，你这收几个兵来？太难玩了，兄弟们！太难玩了，打个积木还让人给要后了。确实挺难受啊。尤其王八这种东西啊，还没突进，你知道吗？你还没有办法说是突进到他面前打他。哎，这把俺们主意啊！你妈了个巴子的啊！我让你点，我让你点来，我让你点，你给我交闪来，你给我交闪，来，你给我交闪，漂亮剑圣！你有队友，我就没有，是不是？老积木，这把1W 对点，起飞了，兄弟们！这波杀完他以后，直接起飞。他再想点，已经点不动我们了。溜了。先出个斗篷，出什么斗篷？出日炎呢？出完日炎就点不动了。好，而且我们现在36个刀，他16个刀。哎呀，这老鳄鱼还行，我说实话，还行。现在日炎也加魔抗，蛮好的。我们现在如果想杀他，那就必须得在他没看见的地方直接滚出去，啊，直接滚出去。可以跟剑圣说一下，直接无限来都可以杀。
剑圣来强杀呀，随便杀，哎，跟剑圣说一下子，勾溜一下跟队友。他这么点血，我只要嘲讽在塔下，用我们的那个护甲来扛住这个防御塔，就随便杀。剑圣被吓当了。开个壳子，我发现这人不怎么点我，不怎么点倒还好，他应该是主 Q 的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主 Q 的啊。再学个 E 吧，学个两级 E， 伤害能搞一点，嘲讽的时间长一点。先打一下占卜花朵，插个眼儿。这积木上哪去了？这积木啊，车轮滚滚，碰不着算了。你看，我打他，他跑；我不打他，就是我们吧，补刀他就点我们。哎，我滚上去，他就开 W 跑，我还跑不过他。我要跟他赛跑还跑不过，多进一进草丛。小伙子，这一波我看你往哪跑啊，我必须得杀他了。我气完了，我必须得干他了，我气完了，给我气坏了，这波必须得杀，谁也拦不住。来个水银，还换个扫描，我一级扣跑得过就有鬼了，他也一级 W 啊，对呀，本来就跑不过呀。哦哟，还行，兵线进塔了，出布甲还有病啊，打个积木还出布甲还，你来我这儿啊，有小心。亚索在这儿，我们收波兵，出，帮鳄鱼扛一波，走了，回上路去。先把他两个雷给他拆了。然后把兵线清了，剑圣我估计要来了，哎，我们先把兵线给他清了，给他伺候好了，知道吧？如果这个积木敢在塔里出现，那么他已经死了，他就打峡谷去了。剑吧搂搜的，来闪现，死不掉，还跑上来还亮牌来了，哎，叮，还得给我亮个牌，还不好意思，我有队友，你没有。这回你再把峡谷打了多好，对吧？首先先杀他们家个人，然后再打个峡谷，蛮好的。哎呦，我这剑，这也太笨了，这鳄鱼。
等剑圣打完峡谷再帮我们一波。走，直接过来啊！这完了，死定了。哎，闪现脚了，还好，那还好。三个四级的 W， 你们别看这鳄鱼420亚索151，它不一定有的亚索有用的。我跟你们说，这种鳄鱼脆的就跟一张纸一样，就是一张纸。亚索这波应该是死了，开个大吧，把他杀了，来捡个树，相位猛冲了。先把日炎除了，可以杀啊，他只要在塔下我们就能杀的。来，直接杀，来泡个点炎，你直接把他砍死，我们一扛塔，哎，舒舒服服，想拿人头就来我们这里。吉姆虽然我们对线打不了，但是只要剑圣一来，那就是必死。无论他在哪里，他就搁泉水里，我都把他瞪出来，把他杀了。要么他就别吃兵。再拆，再拆，不行了，蓝枪来了。哦呦，还好我的龟背比较幼，假装上其实不严，吓唬吓唬他就得了，撤了。你怎么不早走啊，快跑啊，我就吓唬吓唬他，我还能真上啊，咱俩又打不过他。我不是寻思你赶紧跑吗？鳄鱼把中路又杀了一波，好，这波小龙，往小龙走啊！这波往小龙靠，这是寒冰辅助啊，而且是风骑的寒冰。来，这一波可以看看蓝枪能不能杀，蓝枪在这里。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这亚索打不过我，没有用。直接开个壳子跟他打，等他 E 一下，我们再嘲讽。他如果不 E 就算了。Hello， 往哪走？我双 buff， W 拱一下，吹波 Q。哎呀，居然吹波 Q 了。哪里来的雷？别抢东西呀、啊！你这给吃点钱呢、啊？先来个荆棘背心儿，这大反甲我们得出啊！我发现这针眼儿啊，我就别买，我一买就卖，一买就卖，来来回回亏个几十块，不合适，白亏，而且是。兄弟们不等我，那就是这种下场。这波小黄毛吹波 Q， 哎呀，这都能划着我。如果小黄毛这波装杯，我们直接闪现 E 他。先杀亚索来，滚一手，躲个雷。还挺猛，嗯，还挺猛，刀门内钉，
回家。1500，差200块钱。中路再收个200。这波1打3很正常。第一，他们家亚索没虚区；第二，他们家黄毛没虚区；第三，这怎么会有个狼头呢？谁的狼头？我靠，全能使小黄毛，我不过来找他一波。亚索得E吧？这不E过来，蓝天也死了，可以。这个剑圣指定得被人守，我们直接滚过来啊！这个位置来人就死。小黄毛滚，秒能不能秒 ？OK， 秒掉。拆塔来，拆塔拆塔，我帮你嘲讽住他来。投降了，哎，没想到这把的王八居然打出了水平。不过打着积木确实是太难受了，打着积木，我操，6点钟了，兄弟们，啊，6点钟了。